大家好，我叫 Bian， 就是華安冰室的員工。我們華安冰室都開了成四個月了。為什麼會開個華安冰室呢？其實相信大家也都試過好，在香港吃了很多不同國家的美食，很多新潮的食物 Fusion 的菜式其實就籠罩著整個香港的飲食業。相對地，很多舊有港式的食物是一點點地被人遺忘了，所以華安冰室就是想打造一間傳統舊式有港式風味的餐廳。我們的特點同時亦都是我們100%的堅持，我們是不落味精、任何味素、添加劑，同時我們會保證所有食材的新鮮，包括每天早上我們都會有員工去拿回豬潤、叉燒，這兩樣東西是我們100%堅持，不會過夜，我們一定會保持新鮮，每天新鮮運到。如果好似講到食物嘅推介，我會推介白汁雞絲啦。白汁雞絲相信喺而家好多港式餐廳裏面亦都食唔翻嘅啦，因為佢係需要一定嘅工序啦。其次亦都可以嘗試一個滷水嘅雞髀。滷水雞髀喺出面其實大家都食開嘅雞髀裏面咧，味道係好重嘅，豉油味好重，滷水味好重。相對地，我哋華安冰室做嘅係一個舊式嘅風味。味道會溫和很多，同時亦都係保證新鮮，每日有一定份量的推出，所以買曬就冇嘅了。